我盲猜一个，Kaper他们。对。哇！干了，干了！我跟你说，狗哥，是 Bridge 写的剧本。请问，狗哥 Kaper 宝贝大联盟将 call out 哪一组联盟？大哥怎么说？哎，师傅，完全没有想到过。然后艾热和狗哥他们那挺出乎我意料。我第一反应应该是一组很有趣的对决。哦，热狗 Kaper 对上王一，他跟艾热可谓是巅峰对决了。你们挑选艾热闪火的理由是什么？作为这一个说唱歌手来到这样舞台，当有人站起来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必须选择他。那我想问一下，艾热和闪火刚才为什么要站起来？输给狗哥了吗？想赢回来。其次，我们这轮的这首歌的名字是送给狗哥的，别怕变老。哦，这首歌，那让我们有请这一轮的对决，宝贝大联盟对战下期再爱我，强强对决。鼓秀，鼓秀，耶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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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现在，现在，走起，走起，艾艾老师，加油！加油，鹏！加油，凯凯！加油，鹏！哎呀，这两组呀，走心走背都是肉，选谁都难受。但我觉得狗哥能把歌就是直接在舞台上加成个20分那种吗？说得可以，狗哥的表演可以加上20分，就看发挥了，没啥说的了。狗哥，我最喜欢的狗哥和 Kaper 是个特别年轻的，2000年的，对，一个新生代是吧？新生代，一个最老的 OG 和一个最年轻的 rapper。我这组可以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这两组都很强。我也想现场听一下狗哥的。大家觉得我拖狗哥后腿了，我要证明我的实力，我们要赢。其他那些都不重要，就是麦克风给我，音乐上，结束，赢，回家。我只有一个目的，我就是来展示我的天赋和独一无二的音乐。既然是巅峰对决，那就拿出一个不一样的作品，希望就上演一个太极拳，以柔克刚。首先有请出我们的 MC 哈棒、热狗跟 Kaper 组成的宝贝大联盟，一个代表的中文 hiphop。过去的光辉，一个代表的是中文 hiphop 的未来。有请王以太跟艾热组成的下期再爱我联盟，有请他们来到舞台。艾热唱的有点爵士歌手那个味儿，优雅永不过时哦。在对战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听狗哥有什么话要讲一下。两位都是我真的非常尊敬而且喜欢的说唱歌手，然后我觉得真正的强者早碰晚碰都会碰到的吧，那不如趁现在我们来较劲一轮，对，看看是你的旋律比较厉害还是我们的说唱比较猛。我们厉害。垃圾话之王。哇哦，他们两个都是旋律特别好的。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我们的狗哥和 Kaper 组成的宝贝大联盟。我们对我们这首歌还蛮有信心的，就是碰到谁都不怕。这仅代表他的个人想法，我没这么觉得。你要有信心一点，在干嘛？好，有其他 rapper 说我们这个组是老少配，然后存在代沟。我44。21。真的假的？你才21哦？不是，但是我在下一期录制的时候，我就会在节目中22了。其实我们两个挺互补的，就是我什么都不想管。
甩手掌柜嘛，这一块的，就是赶紧整个年龄最小的最好使唤的，就是赶紧过来给干活。我大哥说了算啊，不啊 ，Kevin 他虽然年纪小，可是他其实很细心，他什么都想管。就最后那个爆那个叫山的，老板 ，verse， 干净一点吗？嗯，哎，你觉得需要有舞美吗？可以有个鼓手，有点伴舞啥的，咱们可以整点那种小烟花啥的。灯光啊，舞台舞美，就是让他管到，就是连我表演要穿什么衣服，他都要来跟我。哎，这必须精准，必须把所有东西调好，一下都不能动啊！调好以后给我拿胶布贴着，贴到我演出那天为止啊！可以，没问题。不是，我是觉得呢，就是我可以输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不能因为我让你输，你明白吗？不会，你可以没有压力，但是我很有压力。你听我嗓子，我完了。没事，这样比较性感。我像是香港电影里面的李灿森啊，转不转的像是黑夜里的迷幻灯啊，不在乎谁会懂，幻想他像几万人啊，他安稳的生活根本不适合我，我活在狂战里面却也不知可否，你说的那些危险根本不值得我躲，你对我说要清醒牵扯掉我的耳朵，我常常觉得自己想的任性，假装自己是正常人，不然谁理你啊，得了一种叫做不会算计的病啊，那咖发的也只是大附近的命啊，他们压得刷了，我这里都开花了，是谁花容失色，他们下的妆都花了，心中太浮夸了，和谁有挂的，我像是老虎，只是前面都是电子花车，花车依然我行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线下跟着 Deja Vu， 就让我来，还是我来顾这条路，怎么这个来是冤家， Let's go， 依然我行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等一下跟着 Deja Vu，就让我来，还是我来顾这条路，这么窄原来是冤家路 Cap， 我受了他的眷顾，怕最高的建筑，缺失了杜亚住家乡丢被特特的上处，每当我再次出现，他们总是再次高的初恋，只看着你汗毛竖起在我的牛奶，我批评的命运和他们心爱 man of ye， 他们都在发傻瞎打，这是我的加油加点加把劲，跟他们 H N G， 有的大哥不当要的，他会在我歌词有让流畅起来 ，Don't on my verse。DS 还有点小不列往里苹果塞个屁塞，跳完走不远是一个耳机来，兄弟脸色有点白的，开始不掉气血，老师要他不会让你闭眼，闭眼咋看咋骂莫理气，装不装你不嫌迷妈的日子便宜的，经济条件依然你的免疫，那个屋里面的兄弟我都得被你讲一句，你爱的微信没什么旁边做太难的，几个圈子依然是一百万人都败上去，世界发展期望现在天都是塞上去，兄弟不会给你机会爱上你，热的时候再去你妈跑残废，正在上海掌柜南门西店下辈，这锤子跑了过来看呗，你想把兄弟灌醉，先面对你的惭愧，Hands on table I told him some truth， 你准备好进入这个漩涡了吗？ I'm ready， I'm ready、yeah. 你们准备好迎接更多荣誉了吗？ Get ready，你们准备好接受负面评价了吗？这海浪很重的，你们接得住吗？依然我行我素，等一下人家地下富，就让我来，还是我来顾这条路，这么窄原来是冤家路，依然我行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等一下人家地下富，就让我来，还是我来顾这条路，这么窄原来是冤家路，依然我行，依然我行我素，等一下人家地下富，就让我来，还是我来顾这条路，这么窄原来是冤家路。
声 Noise 大宝贝，谢谢。哦，果然是个传承戏，开玩好玩。狗哥跟 Capper 这个舞台，就是狗哥那个副歌让我就是想起了当时以前小时候听歌的时候，对，而且他整个舞台呈现比较 hip hop。然后狗哥 Capper， 然后这次玩了一个那种 drill， 然后也是比较新的东西，就是感觉什么风格他都可以驾驭。热狗的声音和他的节奏，压的所有的这个身体的动作都是非常非常的平稳，就是非常他自己那个。就是热狗